藏世界品，藏海安部庄严，第五段，河间花林，幕后的就是倒数第三句长行倒数第三句，现一切诸佛神变摩尼宝王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一句是现证句，别中总共有八句八桩事情，前面六句呢都是讲的依报气世间，后面两句是讲的正报正报，这一句是讲的正觉事情，幕后一句是讲的众生事情。正觉世间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声闻缘觉都是正觉世间经文上呢是讲现一切诸佛神变摩尼宝王的意思跟前面呢完全相同诸佛当然在此地呢是广义的虽然是广义，不能够把六道凡夫包括在其中这不包括在里面，因为底下一句有现一切众生业报那么这个是完全讲的六道了变是变化，大乘经上我们常常读到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现什么身所以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定法可说那到底说什么法呢？这个都是机感不同佛是应机说法了，就给大夫给病人治病一样，因病与药你害的是什么病我给你什么药药到病除你就恢复健康了。佛教化众生呢亦复如是也是因众生现前迫切的需要来教导你
哪里有定法可说呢？我们生活在现前的社会，现前社会的众生需要些什么？他缺少些什么？他的缺少就是他的需要。那么现在可以说，关于科学技术，这个不缺少啊。而伦理道德了，现在是非常的缺乏。我们就晓得诸佛菩萨了声闻缘觉，要是来到这个世间示现，肯定是给我们讲这些的教义。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整个世界可以说是，无论是哪个国家地区，绝大多数伦理道德不讲了，没有人提及了，古圣先贤的教诲也抛弃了，英国轮回的学说也没有人相信了，甚至宗教的信仰也一天比一天淡薄。因素很多啊，诸佛菩萨这些大圣大贤示现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之中，他要用什么样的神变把我们的迷惑唤醒呢？确确实实我们在近代二三十年当中，有一些吃尽苦头的人回头了，渐渐的觉悟了，知道纯粹依靠科学技术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回过头来在旧的传统古代文化里面去寻求，希望得到一点启示，得到一些智慧，
啊，帮助我们解决现前的艰难困苦。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非常幸运，我们没有被环境物欲所诱惑，还能保持相当程度的清醒，还能保持少份传统道德的理念，我们冷静的思维观察，知道古圣先贤的东西有道理啊，至少我们从很粗浅的这个面来观察，他们的教诲，他们的学说，能够啊传递几千年，这不是一桩容易事情的。如果这个教诲若不是至真至善，谁肯奉行啊？谁肯把它传播下去？这个里面肯定没有感情用事啊，这是纯粹的理智的行为啊。只有真实智慧才能令后人敬仰啊，乐意的奉行传播。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们有智慧，他们有德能、慈悲啊，绝不以为众生造作种种恶业啊，就舍弃了众生了。反而加深怜悯众生啊，想方设法去帮助众生，事先在这个世间
以种种不同的身份，啊，就像本经末后的五十三参，啊，示现在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有些事先为主导的这个身份，啊，有些事先为影响的身份，啊，都是不可思议，啊，主导犹如先知先觉，啊，这是讲在现前这个社会里面，啊，先知先觉，啊，影响的呢后知后觉，啊，先知先觉一提起，那个影响中立刻就复活，哦，他就觉悟。这个啊，这种为人演说自然能产生广大的影响啊，社会大众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善根深厚的人啊，很快的就回头了。善根稍稍劣的这一类众生呢，他的善根随着加强，没有善根的众生在这个时候也种善根了，啊，所以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身份是多元的，不是一个身份呐，啊，现在我们讲多元文化，啊，大家都能够彼此觉悟，啊，觉悟之后彼此会尊重，彼此会合作，啊，其实都是佛菩萨，都是神圣在实现，啊，真正的凡夫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凡夫有私心的，啊，私心不能舍弃啊，跟觉悟的人永远不能够真诚的合作，啊，为什么？他有私心，他有他自己的目的，有他自己的欲求，啊，表面上可以合作了，暗中还来破坏，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要问佛菩萨晓不晓得呢？佛菩萨没有不晓得的，
啊，佛菩萨见不见怪呢？佛菩萨不见怪，感化了，深度还不够啊。确实有一等众生啊，佛菩萨用120万分的真诚心对他，都不能够感动他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业障深重啊，深重到什么程度也是不可思议啊。啊，佛菩萨怎么教呢？没有别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是永恒不变的原则。啊，一事不能感化，二事，十事、百事、千事、万事，佛事门中不舍一人。无量劫这么长的时间才把他感化，才让他回头，这个在佛法里头是很平常的事情，一点都不稀奇啊。度一个业障深重的众生哪有那么容易啊？啊，你看到这个众生很好度哦，一跟他说他就回头了，他就觉悟了，他就明白了。你要知道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菩萨就这么照顾他。啊，你今天才看到这个成果啊。他的业障为什么这么深重呢？他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是空无所有啊！哎，真的啊！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呢，是个幻象。金刚般若里头讲得很好啊，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呢，这是真相啊。几个人知道呢？都把这个幻象当作真实啊，在这个里面升起贪嗔痴慢，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幻化出三途六道啊，在这个里头就受罪呀！啊，感动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明了啊！明了之后啊，他自然就放下了啊，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啊。这里头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是自己。众生，许许多多众生，为什么接受佛法不开悟不回头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错得太离谱了。认为什么呢？佛所讲的一切经不是为我讲，是为他讲的啊！就这一个严重的错误观念，自己不能成就啊。
什么人容易成就呢？跟这个心态恰恰是相反的。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是为我一个人讲的，不干别人之事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个世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点点滴滴没有一桩不是为我在做实现，不是为我在做表法，我这一生呢就能证得圆满的菩提。华严经上善财童子坐如是观呐，啊，他成就了啊，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一丝毫不回避。成就自己的戒行，成就自己的定力，成就自己的智慧，戒定慧三学，是这样圆满成就的。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一切都是为我啊！我的周边啊，顺心善缘。祝佛菩萨为我实现，我六根接触，有没有觉察到这个境缘是虚幻？啊，我在这个境缘当中还起不起心，动不动念啊？如果起心动念，自己要觉悟，我是凡夫，我不是圣人。我要学圣人呢，我要学着不起心不动念。我周边的环境是逆境，是恶缘啊，我也清楚也明白，也应当像诸佛菩萨一样不起心不动念啊。你要问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要是能够看到真相，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了。你迷在呀幻象上，迷在妄象上，你肯定起心动念啊。这些地方我们要细心去思维，微迷地去观察啊，观察说佛怎么样
处置啊，对待顺境善缘，逆境恶缘。哎，你想佛在这个里头是如何处置的？我们学这个啊，在这个一切境缘当中啊，能使自己的真心不动不摇不变不迷，我们就成功了啊！我常常讲啊，永远保持纯净纯善啊，教化众生，帮助众生，不使一生一世的事情啊，要像如来一样生生世世啊，永恒不断呐！啊，众生业障深重，你看诸佛菩萨看到他堕落，看到他下地狱，看到他受苦难，诸佛菩萨那个心一点也没有经震动啊！啊，那个叫真实智慧，大慈大悲呀！啊，他造业当然要受报。啊，像一个真正有智慧啊、有爱心的父母，看到自己儿女犯法了啊，他犯法要不要判刑？要不要坐牢啊？当然要啊。这个父母有智慧呀、啊，他不会伤心，他也不会难过啊，啊，他知道，刑期满了之后，他出来，再帮助他了。诸佛菩萨对待一切众生，一佛如是啊。要把情识转变为真实智慧啊，情跟智是一不是二。佛法里面常讲的烦恼即菩提啊，啊，觉悟的人把烦恼通通转变成智慧，迷惑的人把他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全部转变成烦恼啊，所以烦恼跟智慧体是一个体啊。迷了叫烦恼，悟了叫菩提啊。啊，我们凡夫有没有大菩提？有啊，烦恼就是菩提啊。啊，那圣贤人有没有烦恼？有啊，那菩提就是烦恼啊。啊，只是一个迷悟不同而已。啊，佛教我们，不是教别的，教我们觉悟啊。啊，悟了的人不但说他的精神，实际上连他这个肉体跟虚空法界合而为一了。所以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他确实是合一的啊，连肉体跟虚空法界跟这个大宇宙都合成一体啊，所以他健康啊。
啊，我们想偶与大自然相应，跟诸位说这句话还是隔了一层啊。为什么？你还没有回归到大自然，跟大自然相应啊，总算是不错了，能相应了。真正回归到大自然呢，相应两个字没有了，就是大自然啊，就是大宇宙啊。啊，这个身体是个小宇宙，外面大宇宙，小宇宙跟大宇宙完全相同，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境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哎，化身如来了，你就证得清净化身了。啊，你就成了分正位的佛果了。华严经上原教初住到等觉，都是分正佛，这个才得到真正的自在，真正的解脱，自心本具的智慧德能向好，自自然然显现啊。我们学佛目标在此啊，希望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不单是我们自己的希望，同时也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希望啊，一切诸佛如来都希望你在这一生成就啊。你要醒悟过来啊，真正醒悟过来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你的态度变了，你的态度跟佛菩萨一样了啊，你还会记别人的过失吗？你们去读经，哪一个佛菩萨记众生的过失？啊，为什么？你好好去想想。慈母对他的儿女啊，特别是儿女在婴孩的时代啊，几个月大，一两岁，他犯的过失，犯的错误，你能怪他吗？啊，你知道不会怪他，为什么呢？不懂事，无知啊。啊，你从这里去体会啊，诸佛菩萨看六道众生所造种种罪业，就跟慈母看他几个月一两岁大的小孩一样啊，六道众生无知不懂事啊，啊，犯过失啊是他正常现象啊，他要不犯过失那就奇怪了那就不正常了啊，所以他造作无量无边罪业啊，堕三途堕地狱正常现象
佛菩萨看的。我们今天不是要学佛吗？那从哪里学？就从这些地方学。啊，决定不可以怪罪于他。啊，那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态度呢？我们要以智慧，要以善巧方便，去教导他了。教导他的方法很多，这就讲到善巧方便了。又从正面，又从反面，又从侧面。啊，有明显的教他，有暗示他，方法是合的。你有智慧呀，去鉴别；你有智慧呀，去选择。应当用什么方法，就采取什么方法，没有定法。所有一切的缘都在刹那生灭，哪有定法可说呢？哪有定法可行呢？啊，不变的只有真心，啊，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这是永恒不变的。其他在形象上，啊，在教学、在方法上、在视线上，千变万化了，所以是诸佛神变摩尼宝王啊！啊，我们是凡夫，啊，凡夫只要肯学，好好的学。啊，要学佛，啊，学不像也要学，慢慢就像了。学不像就不学了，你永远不像啊！啊，哪有人一开头一学就像了？没这个道理嘛！啊，世间无论哪个行业。你在初学总要失败很多次啊！啊，失败为成功之母嘛！啊，在失败里面汲取教训，啊，改正错误，啊，慢慢就成就了。啊，所以我们明了啊，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到这个世间来应化啊，你说在今天他们做什么啊？现在社会不孝父母，他肯定啊装一个孝子贤孙啊，做给别人看呢。我们一看知道这个是再来人，这个不是普通人啊！不尊重师长，哎，他能尊重师长啊？这个社会到处欺骗人，哎，他能够说诚实语，这真学佛啊！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丧失了信心，
孔老夫子讲啊，人无信就不能立足于社会，现在这个社会上普遍没有信心了啊，真的是彼此欺骗的一个社会一个世界了。这就不是人道了，在六道里头不是人道了。人道它一定具备的条件，五个条件：仁义礼智信啊，就是佛家讲的五戒，那是人道啊。五戒没有了，五常没有了，儒家讲五常：仁义礼智信，不仁不义，没有理啊，没有信，没有智慧，他不是人了啊。不是人是什么呢？是畜生，是恶鬼，是地狱啊。现在这个身体啊，像一个人身，实际上呢，他的思想，他的言行是畜生，是恶鬼，是地狱啊！他的寿命到了，他就到三恶道去了。他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啊！如果觉悟了，他能够守住五戒，他能够守住五常。我们知道，这个人来生不会是人生啊，他要能够加修十善业，我们就晓得这个人来生肯定了升天啊。这些事情不需要问人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要常常检点啊，我来生到哪一道，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不想堕三恶道，五戒十善一定要做到啊！啊，世间有德行的人，我们读古书，啊，司马光，宋朝时候宰相。他给社会大众，也给千年万世众生做了一个好榜样，一生不妄语他自己说的：我一生所做的事情，没有一桩事情呢不能给人说啊，不敢给人说的一定是坏事。说明司马光一生没有做过一桩坏事情，没有做过一桩不可告人的事情。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来生决定不堕三途啊。司马光是皈依三宝的佛门弟子
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上善之人呢，聚会一处啊！所以我们学佛，我常讲啊，头一个要学着包容啊，人不能容忍，不能跟人相处，是卧道众生呐、人跟人能相处啊，只有卧道众生不能跟人相处。为什么呢？他那个自私的心太重了。佛经里头，无论是事，无论是理，不但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诸佛菩萨时时示现给我们看呐、我们最近印的这个德育课本这是古书，现在在翻译历史上古往今来各个朝代真正能够奉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人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至少三分之一到一半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另外一半呢，善根深厚的人很容易啊为圣教所影响的所以讲影响是真干呢才影响到他们有真干不能够落实这没有影响真的改过自新了真正回头了把自己以往的习气毛病通通都改正过来了这个是受诸佛菩萨神变教诲的感化了诸佛菩萨这些一切大圣大贤他们在世间就是为这桩事情出现于世除这桩事情之外什么事都没有他们来帮助众生觉悟众生我们常常问呢，他是不是很辛苦呢我们总以为他很辛苦劳累呀在我们凡夫眼光里确实如此而在他自己自分当中他没事普贤菩萨一样无有疲厌为什么无有疲厌呢他无我我们为什么有疲厌因为有我有我我疲劳了我厌倦了无有我你想想看谁疲劳谁厌倦呢所以无有疲厌菩萨给我们讲真话我们听不懂
这个是神变摩尼宝王。